他们都免提出的比较多。可以，可能我没有说，再来给我。所以如果在冬眠，不是冬眠期的话，他平常早上跟晚上还是没有。他会，他每天大概就是包括大概6:30看是那个气温，他贴水的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月好月动会议，在这个山地上的一个岩洞，又是天然形成的洞穴哟。在100多年前，这个地方是当地哦，有发现的。洞内呢，基本上都是种石笋是主，最主要就是蝙蝠的生态啊。你们手上的东西稍微注意一下哈，一个不小心会掉下去了。这所以呢，很多的相机、手机啊，不要把它吵醒。那么是你的电灯不要一直固定，前后扫描，头顶上。为什么这么安静呢？这些蝙蝠？因为他在睡觉。因为他们在冬眠，然后每年的10月份一直到隔年的3月是他们的冬眠期的。都不会飞吗？会飞。也会出去觅食，不过小孩会飞，哇，大人不会。这个真的会飞吗？也是会喜欢的，有感应。那这个时间点它会大便吗？不会。其实这个蝙蝠睡得也不安宁啊，每天还是被蚊子吵醒。对呀，干扰。那照它太多。这是台湾原生种，叫台湾夜蝙蝠啊，是昆虫还有。一个冬眠能坐船的水域呢，全长也只有70公尺，就是我们船的尽头。所以呢，好多哦。有吗？多的。夏天的话没有那么多。冬眠结束，大部分的蝙蝠都离开，所留下来的就是一些带伤的蝙蝠。你们可以仔细看啊，一个肚子大大的，就是怀孕的蝙蝠，你们可能看不出来的。5月份才会生产，才会繁殖。它是挂在上面吗？应该是哺乳类的胎盘双吧。就是洞穴里面，它一生出来就在洞穴里面，然后几乎都不去哪里逛。就是他们眼睛也慢慢的退化掉了，几乎都看不到了。那晚上他们怎么分析你自己做食物呢？他们是用这个超音波，专业过来做分析。我们托里斯还小只的右边这边。光是右边，有没有？还没有，没有。哪里？我先，我照着这里。比较可爱。哦，好想往那边，你看。我被鼓励了，几舒服啊！船所处的位置呢，是一洞最深的地方，这边水深将近有6米深啊。6米深。我们左边这一边就是钟乳石了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钟乳石都已经残缺不全了，都已经被偷走了。因为这些钟乳石曾经遭到人为的破坏了。被偷走了。没有被破坏之前，它原本就是一条条、一根根绳挂下来的。早期要经过这边，都要闪躲那些钟乳石。要叫了。水里面只有芦蔓，哦，芦蔓，但是呢，要看到芦蔓也不容易啊。昨天有出现过，是的。
氧化就干掉了。这个水从哪里来，往哪里流出去，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答案。